我现在跟大家告白一下，我们之前有说过要去干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去吃个火锅，好不好？放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辛苦了。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，就是觉得我还没往这方面想呢，突然就啊，我们一起吃火锅，哦天哪！哇，好开心啊，真的，就当时就脑补，就跟他坐在一起应该要怎么吃啊，这样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尽量吃吧，尽量吃，把节目吃垮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这边点了一点，然后你们这边看那桌。给大家点吧，我最熟悉他们了。来，你们坐，我帮你们点。我点了一些牛肉，我点了牛，你看一下我点了什么。哎，那个锅底已经下单了，对不对？我只下一遍而已，因为我是吃清水，所以。真的吗？你不吃辣吗，小涛？哎，不瞒您说，我要减肥了。饿死了。小东，要不要坐那边啊？那边菜都上了。都可以啊，没关系。我现在，肉先给我们吧，肉先给我们吧。喂，有多少饮料吗？哎 ，everybody， 哎 ，everybody， 恭喜啊，辛苦了，哎呀。哎，大炮，你那句话怎么说的呀？过去的一年我们风雨同舟，未来的一年我们还要同舟共济。哇塞，让让让让让！辛苦了，辛苦辛苦，谢谢教头，辛苦教头，辛苦了。你的和牛呢？你不是一直认的吗？对啊，等和牛。那个和牛怎么说算？还在线杀，你不要着急。帅了。他们好像有点故意不上和牛了。对，你们是不是已经买单了？为什么和牛这么久啊？买单？是不是缓兵之计，让我们吃别的东西吃饱了？功夫面，功夫面，下面是吗？对，下面。哇！随便弄弄，随便弄弄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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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Good。